隋末，十三贯僧永救唐王，河南嵩山少林寺以禅宗和绝世武功博得天下第一名刹的美誉。此后，嵩山少林寺派僧人南下福建，兴建少林分寺，南北少林遥相呼应。据说福建这座寺院规模宏大，僧人众多，它与祖庭嵩山少林寺一样，是禅武同修。南少林的僧人将北少林的功夫糅合进南方拳术的特点，创建了飞升海内外的南少林拳。此后，南北两少林并驾齐驱，驰骋在中国的佛教界和武术界，世称南少林和北少林。千多年过去了，北少林历尽沧桑，依旧屹立在嵩山之路，香火旺盛，而南少林却早已销声匿迹了。康熙十三年，西鲁国入侵国境，朝臣官兵抵挡不住，朝廷张贴皇榜，招募天下勇士，许诺退兵者封侯赐爵。南少林寺僧自愿接榜请缨，奋勇杀敌为国，不料得胜回朝后，康熙却火烧少林寺，屠杀僧人。侥幸逃脱的五个和尚歃血盟誓，反清复明，组织天地会为死难者报仇。然而，被现代小说家描绘成英明神武的康熙大帝，为何会背信弃义，杀害有功之臣，而且是已遁入空门的僧人，甚至烧毁千年古寺？这其中必定有着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是，人们要到哪里才能揭开历史的真相，追寻历史的踪迹呢？1986年8月，莆田县的文物普查队来到西天尾镇林山村进行文物普查。一天，在林山村村口，一口置于露天的石槽马上引起了文物普查队的注意。石槽历经岁月打磨，字迹有些模糊。经普查队考证，这口石槽造自北宋中期。突然，石槽上僧兵这两个异常醒目的汉字让普查队员不禁产生疑惑。僧人是不参与凡尘世事的，更不准杀生，而兵是要打开杀戒的，那么和尚和士兵同时放在一起，又是意味着什么？第二天，在村中碾米厂阴暗的角落里，文物普查队又发现了另一块北宋石槽，上面刻着“朱罗汉玉笺茶伞”字样。自古以来，中国佛教界常把有道僧人誉为罗汉，从石刻的表面意思猜测，这口北宋石槽极有可能是寺院僧人用来治疗疾病的一种工具。然而，它和刻有僧兵的另一个北宋石槽之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令队员们更为困惑的是，他们在莆田工作多年，从没听说过
林山村有座寺院，带着这样的疑惑，文物普查队走访了村中年长的老者。村中的老人说，这里的石槽在他们出生以前就存在了，但是谁也不知道这些石槽的来历。原来在解放初期，村里共有36口石槽，几十年来这些石槽大部分被移作他用，目前可能仅留下几口。文物普查队在林山村发现僧兵石槽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许多专家纷纷着手研究有关僧兵的古代文献资料。就在此时，莆田县文联的杨祖煌在专家论证会上提交一份惊人的报告。僧兵是北少林当时这个十三真救唐王的时候，特许少林寺组织武装征兵，才有这个特权。所以我说，哎呀，这么南少林可能就在我们这个莆田的这个地方了。同时，专家也推断出林山村发现的第二口刻有朱罗汉玉笺茶伞的北宋石槽，则是专攻练武的僧人疗伤所用。1988年，一批批寻根祭祖的客人来到莆田寻找南少林寺，虽然这些人均无所获，但他们的活动却渐渐引起了莆田当地人的关注。然而仅凭几口北宋石槽是无法证明那座消失了几百年的南少林就在林山村的。专家们开始从大量历史文献中寻找，令人失望的是没有发现丝毫有关少林寺的记载。正当各路专家齐聚林山村研究讨论北宋石槽时，一旁的村干部突然想起，在村委会后侧的琵琶林中有个寺院的遗址，村里老人都说叫林泉院，遗址上还有练功场、钟鼓楼、梅花桩的痕迹。此时专家们做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僧兵的石槽出自林泉院，那么林泉院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南少林？更为重要的是，如何证明这里真的存在过一座林泉院？这样的假设只能依据探方考古。1990年12月1日，福建省考古队进入林山村林泉院的遗址，开始了第一期的发掘工程。5个月的时间匆匆而过，考古队员在这片琵琶林的土地下挖出了大量古代的陶瓷器。大部分瓷器底部的墨迹已经模糊难认，只有几件写着林泉、泉山等墨书。显而易见，考古队并没有找到林泉院存在的直接证据。此时饥肠辘辘的队长林公务正在收拾着出土的瓷器，突然听见工人中叫喊了起来。
显然被发现的是块建塔石作为标志的基石，碑上的汉字清晰可辨，真觉大师南提之塔，林泉院天佑。这个碑的至少说明两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寺院名称叫林泉院，这毫无疑义，第二个也从这个元佑年间这个元佑的年号当中证明了这个地层的确是塔木的这个地层，就这个寺院至少是从塔木就已经存在了。林公墓的考古报告显示，林泉院遗址始于北宋之前，毁于清初，这与传说中的南少林始于唐，毁于清的年代大致相同。那么林泉院究竟是不是南少林？科技人士庆祝封尘了200多年的谜底终于彻底揭开时，福建的另一座城市传来了令人震惊的反驳声音。泉州知名史学家陈嗣东反驳有关莆田僧兵的说法。陈嗣东认为，凡和尚组成的军队皆称僧兵，而僧兵不止少林寺独有，其他寺院也有。在明顾炎武的《日之录》中记载，除少林寺有僧兵之外，许多地方在历史上都有出现过僧兵。而《梦观集》中也出现过泉州僧兵的记载，因此僧兵不止少林寺独有，全国很多地方都有，泉州更多。泉州这座历史文化古城，曾在宋元时期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亚历山大港齐名于世，来往的通商贸易国家达100多个，世界各大宗教汇集于此。它会是南少林遗址所在地吗？早在80年代初，一本明代无名人士撰写的手抄本《清源金氏族谱》的附录《历史》引起了陈嗣东的注意。历史中有一段是这样的记载：明朝期间，泉州城中一位年轻的书生，名为伊楚玉，曾在一寺院读书，经常从一富翁灵氏的门前经过，后与灵氏的女儿相遇，并产生爱慕之情的故事。而伊楚玉读书所在的寺院正是泉州少林寺。东禅寺位于泉州东门外凤山之路，始建于唐乾伏年间。清乾隆的《泉州府志》记载，镇国东禅寺，广明年赐金名。宋德佑和元至正两次遭火，后复建，明宣德十年重建，后废。东禅寺的始建年代和废弃的年代与传说中的南少林大致相符，最重要的是，据传这里曾经存在过一块清朝年间少林古迹的匾额。从这块匾额字面上的意思来理解，东禅寺就是少林寺的古代遗迹。只是令人不解的是，它为何不直接称为少林寺呢？在我们民间口头上，大家不叫它东禅寺，当然叫它少林寺。泉州的寺庙有这么一个特点，它往往有两个名称，比如说你开元寺又叫做紫云寺，承天寺又叫做夜台寺，所以东禅寺呢，它可能就是又另外一个名称，就叫做少林寺。泉州北郊有座远近闻名的清源山，而先前提到的东禅寺正好坐落在清源山。那么，
具有少林古迹之称的东禅寺，会不会就是西山杂志中的泉州少林寺？此时的陈四东回想起泉州民间流传的一个故事。泉州的清源山上至今有一块巨大的石头，人称炼胆石。炼胆石上刻着于大猷的亲笔书法“君恩山重”。相传抗倭名将于大猷小时候每天都到这块炼胆石上练功，并且得到一位名师的真传，学会了少林武术。于大猷曾在自己所著的《正气堂集》中记载，嘉靖辛巳年，于大猷途经嵩山少林寺，在观看了上千位已精通剑术之名的武僧表演后，认为少林寺以剑技名天下，但现在真诀皆失。后来于大猷应方丈的邀请，回传少林寺棍法给北少林。如此看来，于大猷小时在清源山上所学的武术很可能就是少林拳法，并且泉州少林寺也很可能就在清源山上。陈四东抑制住激动的心情，继续翻阅着西山杂志。突然书中的一个词引起了陈四东的关注，杀师之计。这个民间喜庆都经常有，还有乡村呢，就是比如说秋天打场，秋收的时候大家已经丰收了，就热热闹闹出来玩一玩。这个北方叫做舞狮，我们泉州叫台狮。台的意思就是杀狮的意思，那这里面呢它有一些语义，就它的这边的狮子呢是青色的，白明毛的，它是谐音，据说是谐音青狮。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我们泉州这个地方呢，就是在明清交替的时候呢，是政治跟军事斗争的一个焦点地点，所以民间反对异族入侵的这种思想很强烈。青狮就是指清朝的部队用这种形式，把政治的意愿化到了一楼中心，用闽南话说抬青筛了。他是跟一般的武士不一样，他要把我们南少林的一些武功呢演化到里面去，所以他一般来说耍狮子的人，还有拿一把刀要杀狮子的人呢，都需要懂得南少林武术。书中更有记载，这种青狮子白眉的技击是一片寺的一位叫了凡的僧人所传授，而这位了凡则是从火烧泉州少林寺时幸存下来的。更为令人惊讶的是，西山杂志甚至详细描绘了泉州少林寺中太祖拳的由来。原来宋太祖赵匡胤身怀绝技，靖康二年金人推翻北宋，宋太祖的子孙迁移到福建泉州。这些宋太祖的子孙平居无事，喜好练拳耍棒，日日勤练祖宗传下来的太祖拳。皇祖赵孟良甚至出家当泉州少林寺的长老。不难猜测的是，四大皆空的赵孟良定将祖上秘传的太祖拳传授于泉州少林寺僧。我在五六十年代时候看到的太祖拳跟今天就变化很多了。他这种拳术，他自称两个特点，一个他不请拳，就是开头他没有一个起势啊，这抱抱拳这样，没有，他没有这些动作。什么原因？他说我这是皇帝的拳，哪有像人家要这样，我是最大。所以他民间打拳的时候，最早打太祖拳，他都没有这个动作，没有这个，一开始就是一下去打套路，
这是一个。再一个，这种前书呢，知进知退。他老师在教的时候就讲说，要打出龙行虎步。泉州自古武风兴盛，不但皇家的子孙喜好拳术，练拳也是平民百姓重要的业余生活。每当夜幕降临，辛劳了一天的人们便相约而往集市中练拳、喝酒、听南音，俗称拳头烧酒曲。当地人都知道，泉州最盛行的拳法是五祖拳，而宋太祖子孙流传下来的太祖拳也只是五祖拳中的一种拳法。那么五祖拳呢，它是也是少林寺里面僧人主要锻炼的一个拳种。我所说的这五祖拳呢，这我个人的看法，是五种拳术的总称，其中以太祖拳为代表。的僧人，他们将自己所学的拳法流传于民间，而这些流传下来的拳术被后世称为南少林五祖拳。按照《西山杂志》中的记载，泉州的清源山上有座少林寺，而且寺中的僧人精通少林拳法。陈嗣东依此断定，泉州少林寺就是传说中的南少林。莆田林泉院的僧兵石槽已被有关专家否定，而泉州的东禅少林寺似乎充满着神话的色彩。然而，究竟谁能揭开这神秘的南少林之谜呢？南少林的僧人将北少林的功夫糅合进南方拳术，创建南少林拳。然而，位于福建境内的南少林寺究竟建在何处？除了莆田和泉州外，第三座可能存在的寺院浮出水面，福清少林寺。敬请收看《南少林之谜》第二集。